好，再来关注无懈可击亚洲巅峰音乐节，索尼克上海呢已经落下帷幕了，但是我们对于摇滚的热爱还在持续啊。那么这次的演出阵容当中呢，范晓萱的出现让很多人都疯狂了啊，也包括我。其实这十年来，我觉得她一直都非常的迷人。在无懈可击亚洲巅峰音乐节当天，范晓萱身着一件竖条纹衬衫，画着桃红色的眼妆，以一首《属于惊艳》开场。台下的观众也跟着范晓萱的歌声摇动着双手。紧接着，范晓萱又化身键盘手，边弹边唱。唱而优则演，范晓萱除了唱歌也一直在演戏。那晓萱有没有什么想要尝试的角色呢？轮到我跟我婆婆沟通的时候，我就是跟她这样，就是因为她也听不见，你就用嘴型，她很会看嘴型。我就突然想，如果有机会可以挑战演一个哑巴不能说话的人，其实会还蛮有意思的。谢佑在线上海采访报道。